饭这样哎。服务员君。好，我八十五块啊。这样送汉堡不更好？啊。送汉堡咯，能力比较好的，再加多一个 Rocket 咯嘞，再给你做。我都做手机 iPhone 了。我会买一个 ice cream cake 给他，他想吃 ice cream。有懂？这种，啊，那时候也小小的哈，不是很熟悉全部饼干的吧？At least是 not expensive 的，啊？对啦，蛮 expensive 的。我是很熟悉，你送 rock cake 香槟拉的，还是可能会觉得比较好。这个比较好看，比较大方，当然是李兰比较大方啊。啊？你不要看你十点了。